被偷走的那五年看点多，白百合与范玮琪为新戏一起拍裸照。由白百合与张孝全主演的新戏《被偷走的那五年》最近正在全国热映，白百合首度有机会与好友范玮琪上演闺蜜亲热戏，为纪念青春做了一件很大尺度的疯狂举动。因为戏里面去拍到就小环，他在戏里面叫小环，就放诞，对，要过25岁生日了，然后我们为了给青春留影。所以拍了裸照，我在想这个会流行吧。说到拍这场与闺蜜拍裸照的激情戏，白百合更是意犹未尽，现实生活里是否有假戏真做呢？小的时候也有跟自己的闺蜜做一些好玩的事情，但是一块裸着拍照那是没有过。两个女生坦诚相待，不知道两位小仙女的这次亲密接触有木有心跳加速、面红耳赤、尴尬的感觉？还好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尴尬，我们俩性格挺像的，都大大咧咧的，平常嘻嘻哈哈的、然后其实我觉得片子播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小女生也会想纪念一下自己这样自己的青春。小编点评，这种纪念青春的方式也太大尺度了吧。